一刚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在国外的展览认识的叫 Mr. Roger， 他是英国的时钟的生产制造者。在20年前，我们就开始做这样子的代工的一个部分。那一直从中间的也学习到国外的一些知识跟一个科技的进步，所以进而让我们自己也提升了我们自己，不管在产能或品质方面，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设计团队进行研发开发。在比较特殊的产品材质上面，我们也去申请了专利，然后朝着这方面拥有自己的产品去发展。创办人林奇珍从小就对生意很有兴趣，带着对于艺术的天赋与创业热情，用了仅存的积蓄前往德国的法兰克福礼品展，从钟表的配件做起，逐步完成史密斯系列时钟，一直到当时与欧洲合作电波钟，都是在20年前领先全台的独门商品。史密斯这个钟的由来，其实是由 Mr. Roger 他们在寻求代工的时候，就找到我们凯洛克。林奇珍在制作品质上得到了认可，进而提供了更多具有历史背景的面板，完成了史密斯航海时钟、英国乔治国王时期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玫瑰花面板的时钟。对外承诺与保证是林奇珍严格遵守的商业理念，且意识到唯有自己生产才能确实掌握每位客户的设计，不会遭受外在因素而影响诚信原则。20多年来，秉持着诚信、品德、责任与勤劳的服务精神，持续深耕，根据客户需求持续改进，并提供符合可行的方案，不仅在国际间打造出卓越的口碑，同时也逐渐形成客制化服务的能力。客户基本上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赞许的，因为我们凯洛克有一个设计的团队，他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，然后提供不同的提案，然后做不同的开发，我们也能够很迅速的把这样的专案提供给客户去参考，然后提供给他们很完善的包装设计，整个价格，然后提供整个很完整的生产，准时交货。我们有很多帮客人客制化，这是我们也是最大的一个强项。除了卓越的客制化设计与生产能力，林奇珍更配合台湾文创精神，打造出无数的指标商品，结合多元化的素材，让时钟不再只是拥有对时的功能，更能跟上现今的潮流，成为生活中的艺术品。书法的部分的发想，其实我们也是跟书法家的合作，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，在时钟既有的面板的设定上，它能够有突破一些思维。钟表除了木头制、塑胶制、金属制以外，其实在很多的材质的运用上，我们也运用很多的元素，不仅可以跟建材跟石材去搭配，在面板材料的使用上，其实我们也非常的多元。我们凯洛克也会依照整个流行的趋势，适当的提供一些当季所流行的元素。新商品的开发在企业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，面对市场经济取向，台湾的电子科技正是符合世界的脉动，有效的运用台湾优势就是最好的出路。结合过往的外销与电商平台经营的多年经验，团队更是推出了一系列的告白与励志系列时钟。因为电商的兴起跟文创的崛起，品牌设计师的自创品牌跟客制化的需求，我们希望为国内的市场带来不同的视野，借由我们之前对外销的一些经验，能够带给国人更多的生活美感的商品。我们这次展出特别推出了一系列的产品，告白时钟跟励志时钟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打破国人对时钟的既定印象，然后让时钟不只是看时间，更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品味。时钟不仅是家中看时间的习惯，也能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饰品。时钟所运行的每一刻、每一圈、每一天，都承载了这个空间不同的温度与故事。然而这些情感如同时钟一样确确实实的存在。整个市场的分布来讲的话，以国外的一些知名的品牌，然后设计师或是一些家具百货连锁店，其实都有我们凯洛克合作的一些商品。时钟在国外是一个非常好的礼赠品的商品，但是因为在国内时钟的这个谐音替它设了限，我们希望结合了文创跟在地的文化，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。